爸妈追讨孝心费，亲子为钱伤感情。我在念硕一的时候，妈妈就主动跟我开口要，然后她就说：“你一个月给我50000块。”因为其实我没有很想给那个钱，因为自己都赚得很少了。他就跟我说什么啊，我们养你养得那么大，你应该有一点回馈吧。包括没有工作的时候，我妈妈也是跟我要10000块。那妈妈就说，你开不开心关我屁事，我要的就是钱。今天晚上9点钟，爸妈熊很大。